只要是一件能够造福社会的事业，不管
人家怎么样讲。你不懂得社会上一般人的心理，何必要去迎合一般人的心理呢？你这是孩子话，到社会上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人碰在一块儿，总要辩论。但是今天是你们在学校最后一天的，我想，要是你跟他换一个地位，对于你的志愿一定是容易实现的，你是对不对？对了，那么你呢？我也要找一件可以我自己自愿的事情做，并且还要永远的鼓励着建平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大家到这里来坐下。我对于你们这几个人是抱着特别的希望。你们现在是毕了业了，可是我希望你们还是常常的回到母校来，常常的来看我。无论什么事情，我一定要尽我的能力帮助你们。我虽然是年纪老了，可是我的心还是和你们一样的年轻，我始终都是你们的朋友。Good.
着你这样挂，这像什么样子呢？这样挂是有理由的。哦，你爱不爱你的母亲？当然了，像爱你一样的爱她。可是你爱不爱我呢？瞧，这不是证据吗？Thank you.
司了吗？太大意了，你在公司里的地位也不算错了。你懂得什么？船上装的货已经包括规定的数目，要是再装下去，若碰到大风大浪怎么办？为了要保住我一个人的饭碗，就不顾一船人的生命吗？我受了教育的人是干这样的事的吗？可是没什么多说的，我还年轻，我肯奋斗，我肯努力，肯刻苦，肯忍耐，不怕没有吃饭的地方。不过不合公理不尽人道的事我是不干的。校长要多久才回来呢？说不定，我上美洲去考察呢，还要到欧洲去，那么总得要有一两年的功夫吧。恐怕还不止吧。你的事情我已经托给志恒了，你记住这件事情，别忘了啊。不会，等我厂里有了位置，我马上写信告诉你好了。谢谢你。你们大家下去吧，再见。
最近再找不到事做，生活就会发生很危险了。我再这样想，不如我们搬个地方住，把老帽子也回掉了，可以节省些开支的。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，但是我怕你顾不起呀。为什么你要这样想呢？老校长对我说的话，我要永远的记住，我要永远的帮助你的。回去吧。
样了？我就去过了，他说还没有空位。我已经灰心了。不，你不能灰心的，你很年轻，你有志气，你肯努力，你不能灰心的。为什么你忘了老校长给你的教训呢？我还是记着他对我说的话，我又永远的像你的亲妹妹一样的鼓励你，你应当再鼓起你的精神来。老校长也许活回过了，你不能叫他失望。每天都是到处奔跑的，但是没有路可以走，叫我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让我去去试试看好不好？你？是的，我去。几个月来你也太累了，也应该休息一阵。我觉得一个女人也应该做点事情的。我这里需要一位女书记，所有的资格条件您大概在报上都看见过了吧。结婚不结婚倒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不能有小孩子，总要能够专心工作才好的。啊，您贵姓？是黎是不是？是的。很好。是娘家的姓还是夫家的姓？是本人的。哦，自己的，很好，很好。您多大岁数呢？21岁。哦，21岁。那么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地历算的？阳历。哦，很好，很好。那么按地历算起来，22岁了。22，34，哦，属猪的是不是？是的。好极了，很好。我比你大的12岁，所以我晓得，因为我也是属猪的。你很好，很老实。有很多女人呢，都喜欢瞒着自个儿的年岁。我就挺讨厌这一套，所以我才问你属什么的。你很好，很老实。我这里的职员呢都是很老实的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缺点呢就是我的本性太老实了。
么？一个男人为什么要靠老婆来养活他？哦，你不要这样想。你又不是一辈子没有事做的，也许很快的，你就可以找到事情了。很快的。很快的。不错，很快的，就是明天。明天？看，是志宏来的信，他那里已经有了空位置了，这才是一件真正合我志愿的事业呢。哦，哦，建平。
就换那个衣服等你了，快，我们走吧。我请你吃顿饭，今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了。生气了吗？这个耳瓜永远也不要忘掉了。是什么回事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今天受了有生以来所没有受过的耻辱。是志宏给你受气了吗？那混蛋一副资本家的面目，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好东西。我们要忍耐。忍耐？我不干。不干？你又辞职了吗？他不顾人家的生命，只顾自己赚钱，我还能和他合作下去吗？我不干，我就是饿死也是对的。对的，我相信，我从小就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不过，不过怎么样？不过没有什么关系，反正我每一个月还可以拿几十块钱。人是自己做的，你不
向来这样主张的。只要你相信我就好了，你是不是相信我？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？我知道你是相信我的。我们从这样高一直到现在，谁都没有欺骗过谁。